心等你，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救他。我求求你了，救救他，他不能死、啊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让他走。我要去周瑜见他一面，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可是没有银子，我见不到他。大人，你与陆毅共事这么久，我相信你一定了解他的为人。现在只有您能救他，阶下求求你，救救他。爹，这个孩儿求你。爹，再迟他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现在他被严世堂钉在刑具上，时间再拖下去，血流下去，他真的会死啊！大人。